早上，太太，早上，先生，你好吗？我想介绍自己，我叫明大多，我41岁，我信回教，我结咗婚，我有2个细路，我唔识做药，但系我识去做药，我识做感冒好治，正干净屋企，洗衫、晾衫、买餸、煮餸、扫地、抹地。我以前住在香港，在新加坡。我想在香港，因为我要还多啲钱俾我自己同俾屋企人。我希望太太先生借我做工人在香港。多谢太太，多谢先生，再见在香港，拜拜。